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and all members of GSCBW fellow members, 大家晚上好。谢谢。今天的主席林淑婷会长 Tina， 还有我们澳洲分会的创会长苏令，还有我们的荣誉会长罗富林，以及我们来自总会的执行长、副执行长，还有来自纽西兰分会的名誉会长玉霞，还有我们来自我们新加坡分会的秀琴前会长，还有昨天才刚诞生的 Sydney Chapter 菲比会长、创会长。最重要的，我今天看到了来自我们布里斯本、我们黄金海岸侨界、商界还有主流社会所有的贵宾，大家晚上好。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我们简称世华，英文我们说 GFCBW， 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as known as GFCBW。 我们在1994创立到现在已经是第28年。那么在昨天我们的雪梨分会创会以后，目前有78个分会，横跨了三大洋六大洲，遍布全球27个国家。澳洲分会是我们第34个分会，也是我们在大洋洲的第一个分会。 The Australia Chapter is our first chapter in Oceania。 那么我这次也是第一次造访了 Gold Coast 黄金海岸，我真的是抱着非常雀跃跟期待的心情来跟我们澳洲分会的所有姐妹相聚欢。黄金海岸让我感受到满满的活力跟热情，就像这里的人、文化、气候还有整个海岸的风光。澳洲分会18周年 18th anniversary，我想今天我们除了是庆祝我们第18周年的活动，其实我也看到了我们澳洲分会 Tina 会长他用的最有意义的方式来庆祝今天的这个18周年。他做了慈善捐赠，赞助了 Homeless Homeroom Ground Gold Coast， 帮助了流浪汉，把爱心送给最需要的人。当然大家也看到刚刚世华的形象带，世华的四大宗旨之一心怀世界，大家可以看一下世华的宗旨在这里，念一次。 GFCBW Our mission is envisioning the world, embracing the change,Establish network, developing economy and trade， 真正落实了世华四大宗旨里面的心怀世界。因为世华就像刚刚 Mayor Tom 他也说了，发现了世华是一直在串联全球的华商妇女，不停的在做慈善跟公益，还有帮助我们政府做侨民外交这个动作。当然我们也有建立网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全球78个分会，等于我们有78家分公司或78个大据点，所以我们媒合了全球的华商妇女做商机交流，也做学习论坛种种的活动。在此我稍微简短介绍了我们世华。那么今年的10月，我们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在台湾举办一次年会。那么今年的年会是10月16，再到19在台北举行。I'm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take the chance to invite all of you to join us this 2022 World Congress of GFCBW in Taipei.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there. Be our guest. 我也在此邀请大家参加我们今年在台北举办的圣诞年会。And last, I wish you have a lovely dinner and enjoy the Sunday night party. 最后，我要祝福今天的18周年庆创会成功。谢谢。对不起，圆满成功。谢谢。圆满成功。那今天的慈善晚宴，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夜晚。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们的副总会长，也请副总会长留步。副总会长人美心美哦，也致赠了礼物给我们本会。晚上好。请我们的会长来接受副总会长所致赠的礼物以及礼金1000块来支持本会。接下来我们的也邀请我们的贵宾致辞。